水之，一会儿回去啊，先让主过目这些布料，他要送给三阿哥裁衣裳的。是。江太医，这边请。阿若，这书我还看呢。皇上，怎么，这些日子许久未见，是不是朕的样子变了，才让你如此发呆？臣妾是有日子未见皇上了。但皇上容光焕发，可见素日保重。那朕没来的这些日子，你可有保重自己啊？很想保重，但就是见不到皇上。哼，朕这不是来了吗？皇上，这茶凉了，我让阿若给你换杯热的。阿若。皇上请用茶。是奇云瓜片。奴婢估摸着皇上刚用了膳，天气冷了，难免多用荤腥，这茶消垢腻去积滞是最好的。千灵百俐，心思又细，是你调教出来的吧？这话都是主平日口里颠来倒去说的，惦记着皇上用什么了，用的好不好，奴婢不过是耳熟，随口说出来罢了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难怪朕想着你的茶，原来你也惦记着朕呢。原来皇上是想着臣妾这儿的茶。那明日里臣妾就往各宫里都散一些，也好引得皇上各宫都去坐一坐。哼，这话便是赌气了。如意啊，朕知道你入宫以来受了不少的委屈，朕想护着你，可是不如在前底时可以自由自主，所以为了朕，你忍一忍。王谦。奴才在。东西呈上来。这朕赞徽因，朕亲手为你写的，如何？朕赞徽因，何解？诗经上说，大祀祀徽因，则百祀难。朕的意思是要你谨慎，唯有谨慎才能够得到美誉。那是皇上的好意，臣妾倒觉得无趣。那朕跟你说点有趣的，你与朕的姻缘源自于因，墙头马上，所以你只要记得朕的心意，全在这个因字上。那臣妾便十分的喜欢。喜欢就好。王亲，嘱咐内务府，将其做成匾额，挂在延禧宫正殿。这。